阿迪揾嘢食，原来糖水街嘅对面咧隐藏住一间咖啡嘅，冇错啦，就系、是、呢一间 Small Village Cafe。直行入去咧，入边咧有一个好大嘅空间啦，而且环境非常之舒服，系有冷气噶。入边仲有三间半开放嘅包厢，呢度食物嘅选择非常之多啦。我哋就拣咗辣鲜老妈、鱼肉粉同埋牛腩粉。首先先讲辣鲜老妈先啦，炸鸡非常靓仔，皮脆肉嫩啊，而且非常有创意咧。佢哋用嘅蛋咧系生熟蛋嚟嘅。蛋的下底就是三巴啦，所以你一不飯的時候咧，蛋、三巴同埋飯咧撈埋一齊咧，非常之有層次。另外咧，佢哋嘅辣鮮老媽咧係有羊肉嘅選擇噶。第二個牛腩粉，除咗基本嘅牛腩、牛肚同埋牛筋之外咧，呢度仲有牛皮同埋牛排骨啊，料都俾到非常之多啦，而且湯度非常之清甜。中意食牛腩粉嘅非常值得嚟一試啊！最好咧就係呢個炸魚肉粉啦，佢嘅魚肉咧炸到都係酥酥脆脆，入邊咧係住絲噶，認真都幾唔錯嘅。水方面咧，一定係飲佢嘅漂浮咖啡啊，順滑香濃，真係好 best。仲有呢個紅豆冰咧，攪攪啊，當然就冇錯過佢哋愛肉冰啊、雜雪啊同埋糖水啊。總體嚟講咧，如果你哋冇試過呢一間咖啡嘅話咧，非常值得嚟一試。揾食嗰個話，我哋下次見。